如果啊，我早咗幾年入行啊，如果啊佢未結婚啊，真係會中，好容易攤著。陈茵薇和陈豪在2013年结婚之后生了三个仔女，其后陈茵薇更加成为全职母亲照顾家庭，多年来只是间中出席活动和客串电影，至今已经足足八年没拍过剧了。近日有消息指陈茵薇将会在7月复出拍摄 TVB 的新剧，这样还不特止，剧中还和老公相隔12年再度合作演出，剧入面两个人将会饰演情侣。陈茵薇在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就坦承将会接拍这套新剧，她指监制邀请的时候很有诚意，角色更加是为她度身订造，坦言觉得相当兴奋。不过就快开工的陈茵薇除了要准备拍剧之外，最重要的是辅导家三个小朋友，至于将会和老婆合作的陈豪就表示大力支持老婆再拍剧了，声言太太的梦想也是自己的梦想。